喂，老伴儿，你5万块钱取来了？行，拿回来吧，道上注点意啊。哎，你们两口子在这干啥呢？哎，你大姐呢？刷碗呢。啊，一会儿她出来，你告诉她啊，昨天我不替她买菜吗？剩2块钱，我就做主了，按照她以往的号给她买了张彩票。爸呀，你帮大姐买彩票了？买了，还是按大姐以前的号买的？就他们一家三口，加上我跟你妈的生日，咱重新富一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爸爸，你请坐。我坐着呢。站起来，坐这儿。不是从那儿挪这儿，你说我这老腰受不了，腰疼。腰好，腰很好，腰疼。啊？不是，表示是，爸。你腰疼啊？我给你揉揉。这个部位叫肚子。对，肚子能辐射到腰。哎呀，爸呀，你看你这身肉多可爱。什么意思？嫌我胖啊？胖是福分呐、啊。你有福分，我大姐也胖，我大姐都没有福分。哎呀，我大姐什么泰山上的轻松啊，那就是马勺上扛着一个大马蜂。陈小凤，这个人，我找你了，我。你一点福气都没有，你看看爸。哎，就买了一张彩票，中奖了。不是，什么玩意儿中奖了？爸，你不是按大姐那号买的吗？啊，中奖了。还演呢？来，爸，你刚爸呀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你说，明天我要去广州出差，我要给你买一身新衣服，要什么型号的？顺风啊！哎，你可好几年都没跟我说这句话了。爸，给你买件新的。爸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啥意思？这顺丰吧要进材料、这资金吧有点问题，然后您把这彩票兑完奖之后，您看您能不能？哦，你说这彩票中奖了？对，这个彩票吧、是用你大姐的钱买的。哦，中了奖，这个奖金也是你大姐的，那个你拿好了就抵了啊、哎。大姐啊。大姐，哎呀，别叫那么好听，我就是那大马蜂。哎呀，闹着玩闹玩。哪有这么肥的大马蜂？行了，你俩我还不知道啊。等那彩票兑完奖，你俩有啥困难，大姐帮你们啊。放心，好，大姐。呀，行了，别捧我了。行了，哎呀，爸爸，哎，爸，这彩票是用您和我妈那个生日买的那个后四位数？不对，这四位数就是我跟你妈的生日。哎，这后面也不是999，怎么不是？爸妈的生日你都记不住了？爸妈是一天9月9号，9999。你说的是阳历，我按阴历买的。爸爸，谁允许的？谁允许你私自修改号码的？不是，你说你大姐按照那个阳历买好几年也没中过呀。我一想，我改变一下思路呗。你这不是改变的思路，你是改变的我的命运呐、老公回来了。哎、回来了。呀，哎呀，咱家今儿个人挺齐呀、啊。妈，马上就不齐了，再见。哎，孩子，干啥去？我要去浪迹天涯。为什么？都是彩票惹的祸呗。哎呦，彩票啊！哎呀，大米粒，我想起来了、昨天晚上妈路过彩票站，买了一注彩票，人家都知道你喜欢这个号，我就照这个号买了。你看尾数49，哎呀，真的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妈妈，妈妈，不是妈妈。